哦，鸡块还有。所以是阿公教你做的。我本来就会了。哦。这是我唔捌用过一种鸡啊，还有大公鸡的鸡啊，要安那用安尼。反而是我妹买双饼机，她自己要玩，变成我在玩。好、哦。这么满盖下去不会？哎呦，好一定能一定能满出来。所以我弟弟家里洗。哎好满出来啊！啊，无迄落咧口感，你也要为着。我要抹出来啊！你要选口感，那口感就少了，选分量口感就跑掉了。嗯。所以到现在，别人都起来玩你，玩一阵子了。你们要吃双饼，那边有双饼，也有薯条了，赶快去吃。我第一次看呢，我这个尝试中哦，买一大盒落去，是外边啊含啊烧。真的会漏出来，会啊。对，我就想说，这样子盖下去。可是你分量没那么够的话，吃起来不好吃嘛。哦，又一个尖尖的薯条来了。这里早餐很丰富的。是哦。第二盘来了，好大一盘。你讲啊，谁送来的？拿给谁？拿去叔叔要吃好，要搬来地上。拿那个，你们要吃到肚子都已经空半截。你不赶快吃？加油！你不赶快吃？你要等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要等你。哇！你家有鸡块？阿公，你在寄薯条吗？鸡块。等一下有鸡块哦，好大一盘薯条。不会讲的，神秘东西不会讲的。它不是有，不是有猪买吗？还是猪崩？当萝卜用来吃吃就好啊。萝卜，现在萝卜好吃啊。对哦，这个哦，这个阿公讲什么养生的南瓜果？对呀，我不吃这个。哦，用心哦，用心哦。哎，搞点乱不呀？进来啊！我现在滚的硬筋骨，咱赶紧吃吃啊！不要紧，咱两边边疆等你。哇，这个又是什么？气势球。阿公。你咧，你安尼白晒哩，你咧淡淡吼，安尼起来拢是哎。等一下，鸡块。不是，我说那个中。等一下还有中餐。这是。中餐是什么？这是早餐。哎，我不告诉你。拿走。让你有期待。好，回房应该讲讲好啊。耶、yeah。
谁把盘子拿走了？我是柜台小姐。你是柜台。对，他有计时，他有计时的吗？对，有，不用计时哦。我停。我是妹妹来，你来，你进。哎呦，哥哥！你要吃无？紧的哦，做一袋哦。啊，我帮你吃，你别刷牙。我唔是要去捡棍吗？数球吧。还没好。快了。哇！你要凭感觉，你看，都酸的你。哎呦，背面的差不多要。无啊。对。你没吃吗？刚外面不是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外面还有啊。给你们吃的，好不好？切这个要有技术哦。好料，尽量。我没有说什么技术。老爸。啊。好料。这一口，这个好料。不要吃南瓜。啥？吃南瓜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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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薯饼哦，嗯，薯球，哎呀，南瓜薯球吗？应该是薯球，那个加番茄酱才好吃的。那南瓜应该是不是这个颜色？啊，那薯球店又一盘烤好了，拜公拜拜哦，鱼进爸爸烤的，好好吃，都兴奋嘞，都兴奋。好吃吗？